盛会 CWT 在台北登场了，同人志的爱好者齐聚一堂，日本的手游业者也首度将游戏结合最新的 VR 技术。这是特别为了 CWT， 然后我们开发了 VR 的体验的设施，然后这个游戏是其实目前在游戏里面是没有的，然后我们是为了这场活动而特地开发的，然后针对两场的 CWT 活动，我们也开发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的体验内容。透过 VR 的镜头可以跟美男子近距离来接触，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女玩家一大早就来排队想要来体验这最新的游戏 VR， 在现场还有按照这个游戏内容呢打造的真实场景，让所有的玩家都可以隔着玻璃跟型男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体验到底什么是真正谈恋爱的感觉。